知道这个之后，我真的有点后悔知道了。你知道，其实市售草莓酱里的红色色素几乎都是从胭脂虫身上提炼出来的吗？是的，虫虫。大家先别嫌弃它，胭脂虫提炼的色素也是天然红色素的主要来源。所以除了草莓酱，像是番茄酱、火腿、热狗、香肠、糖果、饮料，甚至是化妆品之类的，都会用到它。你只要成分表上有胭脂红时，就代表